注意，拆机前请先断水断电，避免发生意外。第一步，用十字螺丝刀拧开马桶后面的固定螺丝。第三步，将上盖部分与主板连接的插头拔掉后，移开上盖。第四步，将上盖放置好，拧开固定螺丝。第五步，拧回固定螺丝。第六步，将整机上盖放置在底座上方，将上盖上的插头插到主控板相应插座上。然后将上盖放置到位。